老张。哎，小子，又是你。哎，老张，刚刚那个叫什么来着的？金戈石虫，5000，无二价。哎，怎么就涨价了？哎呀，不要，不要拉倒。这位老张，这是打算去哪儿发财？哎呦，是刘大人呐，还能去哪儿呀？您御水这儿就是宝地呀。刚刚妖魔袭击，你这摊子也受了损伤，我让几名弟兄过来帮忙，祝你早些重建。哦，那怎么好意思，如此劳烦刘大人。举手之劳而已，你也给子胥一点方便，如何？啊？也不白要你的，给个实惠点的价格吧。哎，行，300。子胥，你救了我兄弟和御水的百姓，一点答谢，请千万不要推辞。我确实有急需，就却之不恭了。好。文殊将军，博生将军有请。还有军务在身，失陪。仙儿，我们走。哎，要来一盘捉鹿棋吗？我的棋艺在这儿无人能敌，你可得准备好。还请手下留情了。来吧。
竟然输给你这。拿去，愿赌服输。这枚共工可是我的珍藏。赵兄可知附近还有哪些棋手？嗯，你想挑战他们啊？蔡阳前世棋艺与我不相伯仲，商棋的高智嘛，可能还略胜一筹吧。明白了，多谢赵兄指点。小事，之后再来下棋啊。阿兄，嗯，说个笑话吧。啊？不然唱支歌，还是说个故事好了。哦，上次说到哪儿了？红儿上了月宫。嗯，听好了。月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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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宫。月宫，月宫，月宫，月宫。什么月宫月宫的故事啊？红儿到了月宫，遇到几个人，一个姓月，一个姓宫，姓宫的姓月。阿兄讲的笑话自己。你们都说头狼指挥狼群作战，可我看他都只是站在那儿干瞪眼。也不能这么说，头狼是狼群的精神象征，他只要往那儿一站，狼群就会奋勇作战。嗯，就像是博生将军和文书将军吗？是啊。
在意呀、啊？好，我们稍后再议。阿兄，别担心，咱们去抓只符鬼就走。不知道有没有妖魔藏在里面，说不准，小心为上。要是有妖魔的话怎么办？怎么办？有你阿兄在啊。
阿兄，这石门上的画好奇怪啊。启明虚说是祭拜山中鬼神之处，总是见到与火有关的雕刻，这里真的有伏鬼吗？或许这人就是灵山山神。啊，旁边的白虎是他的使者，你看他们经过了石柱群，中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过最后山神抵达了鬼神祭坛，找到伏鬼。那团发光的东西就是伏鬼，我们必须先把这些石柱排列好，通过考验才能成功走过这扇门。说得在理，仙儿真厉害。是平常阿兄教的好。原来有我一份功劳啊。阿兄总是说些红儿啊长安啊什么的故事，听得我都会编故事了。话说那一日，少年子胥走在长安东市，误入了隐藏在其中的天赋地在阵。阵中16根天赋地在石柱端是厉害，子胥左冲右突，竟生生被困在阵中，逃生无门。正当一筹莫展之际，仙儿，别光顾着编故事了，也帮忙看看怎么破这个大阵吧。哎，我不懂阵法呀。正当子胥一筹莫展之际，红儿偏偏来到。红儿她一袭红衣，英姿飒爽，有道是……有道是什么来着？有道是面若绛桃眉似柳，人有美玉唇如酒。所言极是，红儿她深谙机关之术，又擅长钉甲阵术。只见她轻轻一笑，举手投足间就解开阵法，带子胥逃出东市。
哎，大叔，你解开阵法了没啊？应该快了。哎，要是我和红儿一样厉害就好了。那只是故事啊。
是阿修。等等，向耳听号。我一直引来妖魔。没事，这不都解决了吗？小时候家附近有群野狗，仙儿还记得吗？记得，好几次在家附近玩，不知怎么的就被他们追着跑，每次都是阿轩把他们赶走。妖魔也好，小狗也好，敢招惹我们家仙儿，来一拳我打一拳。我想阿兄因为我的关系一直这么冒险，阿兄为了照顾我以前就吃了不少苦，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还要四处奔波，时不时的跟妖魔交手，我不想这样。确实，我们离开家到现在遇到了很多妖魔，找到符鬼以后我们还要去商山，也不知道路上会有多少困难。我也不骗你，接下来的旅途恐怕只会更危险。但是别担心，阿兄会好好保护你的。要是我也能帮上什么忙就好了。
希望有一天能换我来保护阿兄。好啊，现在我保护你，以后换你来保护我，公平交易。好，公平交易。站住，何方药物？哦，真是有趣，区区一缕幽魂何必留在世上受苦，我来助你解脱吧。香儿，好吗？嗯，我没事。那就好，走吧。这就是符鬼吗？云母是的。香儿在此地稍候，我去去就回。嗯。天下 K。小家伙，你长得真好看。这鼎也好漂亮，是你的家吗？真好啊。我碰得到你。小家伙真可爱。这么快就交上朋友了。嗯。接济坛一用，省去不少功夫。仙儿，来这儿站好。待会儿你就站在这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别动。嗯。别怕，阿兄在这儿。
两声歌人声音惊了再强都给往家的真去里面如何掩盖了元灵的气息这样就不用担心那些魑魅魍魉了嗯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了呢嗯木头身体还是有些不太一样这只是暂时的阿兄一定会帮你修复身躯没事阿兄你看这样也挺方便的呀灯初上夜未央我才唱两句呢小丫头走吧咱们去上山嗯黑火分作九鼎威力难以估量若九鼎融合便能毁灭世界即使能勉强控制人会因此被黑火反噬我们战胜了黑火以为一切就此结束未料战后的余波依然留下了隐患伤痕会随时间淡去但终究不会平复香儿嗯把刚刚那支歌唱完可好好呀灯初上夜未央明月光照我窗有我香儿长安康一面一叶一寸长桃花江梨花香七月芒满山岗愿我香儿多欢畅无愁无虑无忧伤织几张彩虹上素手扬点心妆送我香儿别高堂莫悲莫哭莫回望长安康无愁无虑无忧伤哎呀自己唱这支歌怪不好意思的
而且我可不会织布，也不会女工。仙儿会种菜，会处理药材，还会养鸡养鸭，一样的好。香儿，感觉怎么样？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那就好。那位大王说，机关人可以借用符鬼之力发出术法。真的？有机会咱们试试。上阿兄了，很开心。仙儿方才是打得精彩，不过日后有什么危险，一样可以交给阿兄我。阿兄就不用太操心了。不过伤山在哪儿啊？就在南方的不远处，具体的位置嘛，前面有个小村落，咱们过去问问。